花莲邮局连续多年举办迎新送春联活动，由资深同仁戴文宏在各个分局现场挥毫，为民众来写春联。1月24号到1月27号还有6个场次，在中南区各邮局举行，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指定地点免费索取。花莲邮局资深同仁戴文宏写的一手好字，这几年来花莲邮局邀请他在各个分局现场挥毫写春联送给民众。今年的送春联活动开始，一大早就有许多乡亲前来排队索取。我们花莲邮局为了感谢乡亲，那在春节期间啊，前夕我们就先做送春联的那个活动哈，那每个客人都可以来我们这边免费得到一副春联。总共有除了今天以外还有6个场次哈，那最后一天过年的前一放假前一天，我们还会在这里办一场哈。那其他的在寿丰、凤林、瑞穗、光复、玉里 都有办春联，贴上去感觉过年就到了。我们戴老师真的是一个书法大家，那他写的字行云流水，那很受客户的喜欢，那往常都是大排长龙，那今天因为疫情影响，所以来的人潮就没有往常那么多，但是因为我们场次很多，所有的乡亲都可以得到这样。有民众还特别写了对联，要请书法老师帮他书写。这字漂亮吗？漂亮漂亮漂亮啊！这个字好不好看？好看好看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哦，拿了几次了？你叫我这特殊的西瓜，你叫下来写文章好。哦，你叫伊写啥？写啥？叫我自己写的。嘿，你量看吗？吉普南北红灯台，映月五虎虎大盘，二林红明化姓贤。花莲邮局迎新春送春联活动，1月24号上午在寿丰邮局，下午在凤林邮局；1月25号上午在光复邮局，下午在瑞穗邮局；1月26号在玉里邮局；1月27号上午是在国安邮局。总共有6个场次来送春联，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指定的地点来免费索取。谢瑞慧华视报道。